哇，武林桥到了，武林桥，嗯，哇，这边还有一些林道，漂亮。刚刚跟一对夫妇聊天聊了十几分钟，啊，实在太开心了，下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就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说，如果是找协作啦，吃饭的话，那个时间很重要。那个时间啊，人家跟你讲五点钟开，他就是五点钟开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问题是，他是五点到五点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五点到五点半，然后你五点二十分回来，你会发现菜大部分都被吃光了，除了主菜之外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的狼吞虎咽啊，大家的狼吞虎咽，没有办法。啊，所以说，如果你想要吃菜，就是要差不多就是刚上来的话，我的建议就是人家什么时候开放你就什么，所以你要赶在那个时间点回来，因为其实大家其实都在山上都很饿啊，嗯，是没办法，就是这样，要特别注意，对，啊，那有什么想到了，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好了，哎。好了，就先这样了。